这个教堂还是蛮有特点的哈、哦。这个教堂哪里有特点了？哎，跟我们镇上的教堂有什么区别吗？跟我们村里的教堂当然不一样了。你见过这种这个墙砖的吗？我怎么没见过呀？哎，今天那是不是因为现在星期天，他们过来做礼拜的呀？门口所以为了证明你的记忆力，所以门口停了那么多的车。你看到圣诞节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就适合放了一些耶稣降临啊，圣母升天啊。圣诞节的时候，要是没有耶稣降临，没有圣母升天，我就挨揍。它这个是北墙，这个砖不常见。让都是人家的名字 ，Rock。这个1829年到1883年，这1928到1962，这个还有17多少年？1719、1760、1632，哦，越往上，越年代越久。那个地方还有个1290、1440。这都多少个世纪之前的了。苏维安物的面临是的 Q 红飞昂的很的。诶，从哪边敲的呀？这边的墓地，教堂旁边就是一个大墓地。墓地转一圈，万圣节正好就是鬼节嘛，哈，所以这好多菊花都是刚刚家人过来缅怀放上去的感觉，好多那个菊花都特别新鲜啊，你看那边那边放了好多，那三个墓碑都是大理石的，就这个那个比较有年头的。到这个教堂的后面，那边果然有老人端着菊花过去了，就不过去了。那边有老人在那边放菊花了，我就不过去了。这是老两口，哎，1948年的，还有个1417年的。1918年那个到2014年刚刚去世也没多少年。我们刚刚就从下面的路上来的啊，刚才想把车停在那儿的，这还车还挺多的了，发现像这种老的村子里面，哎，我们从这中间走回去了。这菊花好多都是新鲜的哈，多漂亮啊！尤其左边这2011年的，61年出生的，正好50哎，这花多漂亮啊！
刚刚在这个村子中心的这个教堂上面溜达了一圈了，里面那个全是古老的墓地。这个教堂下面好多人过来带着菊花献个花给自己的家人缅怀一下。这个教堂上面就是墓地，周围全是房子，全是这个周围的居民的老房子。这条路是刚刚我们开车进来的路，现在看看能不能走到村子中心。这路边车的停的还挺满。这村子里面这么多老房子，这个房子下面写这个1893年，很多老房子上面的确会把它的年份给放上去。1893，这是我们刚才从这条路开上来的。那下面这条路多漂亮，刚才就在前面的转弯掉头。有车过来了，铃木伊格里斯。那是一个什么诊所呀？是一个医生的。需要。不是。啊，这样才是他的村子中心。哇，好神奇啊！那居然三辆那个丰田，前面都是卡罗拉，然后一辆 Yaris， 又是一个。鸟飞的那么快啊，那个欧洲两鸟，那个小鸟就是快动作，所以它可以成群。哎，这个小玩意儿，你看到这个了吧？嗯，蜜蜂吗？不是，给小蜜蜂。蜜蜂太大，这个娃娃太可爱了。这条路是一条大路，居然。这路修得特别宽，而且是柏油路。这个村子他们都把自己家的那个花园打理的都漂亮。尤其这户人家那个花园，这棵银杏树光秃秃的了，满地的这个银杏叶都好看啊。不过这边这种银杏树都是单独的一枝一棵一棵的，没有那种成片的，成片的地方就比较好了。哎，他们把家打理的怎么那么好看呀？好有美感哦！这小房子多可爱哦！哎呦，这下面的路还挺大，挺宽。这个房子太可爱了啊！这是村外一个死一个断头路，感觉看不见两辆。这到头了，这边还有。